大家好，我是硅谷别老迪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那个新年水龟换水的那个避免温差的一个小窍门，如何做到等温换水。像我们家养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环境旁边呢，再准备一桶水啊，这样来说的话，它两个水体的温度是比较接近的，然后你换水的时候可以直接将那个新水然后换到那个环境里面来，这样是避免温差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准备一个温度计啊，冷热水勾兑，然后注意控制温差在3度以内跟环境的水温，然后进行兑换啊。这两种方法，两种小窍门，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平时在换水的时候注意利用一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